哎，好了，来泡粥面。上堂课他留小作业对吧？小作业什么来着？拖拽对吧？先把那个拖拽那个东西给大家弄完。反正啊，后面有一些课是我的，但是后面的少了。后面那些课的老师更帅啊！我记得李林那天问我个问题，生哥什么时候思彤哥上课呀？我真想回答你没有他的事儿 啊，明天，明天没换人，中间差几堂课，这堂课讲完之后，这堂 JavaScript 这个叫什么？试间课讲完之后，咱们有三堂项目课，三堂项目课是你们思东哥的，然后紧接着还是我的，啊，三堂项目课教你们 JavaScript 运动，拿 JavaScript 写一些运动函数，比如说一个小球，拖出来之后撒手掉下来。梆梆梆梆梆落，一直弹性势能之后，就是弹性势能一直这个消除，或者说这个弹性势能一就慢慢损耗，然后损耗没了，到平稳，然后再一个就是横着抛啊、拖拽、弹性运动、加速运动、减速运动、弹簧运动啊这些东西，不需要学物理，明白视觉效果就行哈，多简单呐，水平一个速度，垂直一个速度就完事儿了吧，这不就物理吗？对吧？乒乓运动，对对对。没事儿，我跟你讲啊，这个东西吧，学完技术之后，你基本上有个概念，就是你就是上帝，你制定规则自己去写，知道吗？哎，对，我把那打飞机的游戏给你们发到群里啊，你们可以玩一玩。发完美那个吗？发完美那个了吗？没发完美那个了吗？有一个特别完美那个，那个特别有意思。先玩一玩，看谁分最高。等会儿啊，有个特别完美的一个版本。头两天我们比谁打分打得高呢，还特别好，那个特别好。我等会儿我给你发过来啊。你发过去了啊？一分钟时间你们试试吧，你们试试吧。一分钟之后咱看看谁分高，行吗？一分钟时间啊，就一分钟啊。有奖励，有奖励！打最高分这个，这次没写作业我就放过你。其他同学唱歌，好吧？我只能手机，只能手机玩。这移动端呢？两个人写的，知道吗？两个人写的。现在这个游戏历史记录是290万。老难了，这个老难了。这还有 boss 呢，这还有 boss 呢。不是武器写的，没有，没有，武器还没学完呢。有的没学完就失去去了，本事高啊。那左下角可以扔雷哈。笑脸是 boss。4万。来吧，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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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得了，体验体验啊！行了，体验体验啊！行了，行了，行了，别玩了啊，该讲课吧。你们玩别人做的游戏，心情如何呀？行了，行了，后面的别玩了啊，一会儿下课了，下课了。好，我跟你说啊。这个游戏不是你们一二三期，
不是一二三四期学长写的哈、啊，是你们五期师兄写的。五期现在课还没完事儿呢，那、啊、课还没完事儿，也就是说你们课没完事儿也可以做这个东西。每一步每一个环节你都踏踏实实的，很容易就把这个东西做了。这个东西我跟你讲，飞机大战这个游戏特别简单哈、啊，特别特别简单，没有那么难哈、啊。但你说针对你们现在这个状况，它肯定是要复杂一些的。但针对于两个月之后的你们做出来之后，就应该能做出来个差不多了，可能说没有做的这么好啊，两个月就差不多，两个月差不多。只不过他们这水平什么呢？除了这个写的好，你会发现它的效率特别高，它运行起来一点都不卡，这就需要代码的一个优化程度，需要后期的东西了啊。行了，来吧，咱讲课。行了，来，大家看我桌面吧。明天这个课上完之后，它就有一定的娱乐性了啊，挺好玩的。因为你看啊，今天这个课做完之后，今天这个课完之后，你就基本上可以写扫雷、贪食蛇、打方块游戏，什么都可以了，一个基本的一个运动，什么都行了啊。行了，咱们看这个拖拽哈，先看这个页面里面的样子，我就快点讲了哈。你们这没写是不是思考过？或者我带你们思考一下行吗？怎么办呢？咱现在拖拽要求是，当我鼠标在这的时候，我按一下鼠标键，然后挪动的话，这个方块跟着我动；然后我抬起鼠标键的话，这个方块停止，我再挪动鼠标，这个方块不跟我动了，明白我意思吧？这是一个拖拽的过程。那咱们来写这个拖拽哈。首先，鼠标移动会不会？鼠标移动，鼠标还能不会吗？就这么动呗。鼠标移动是不是都会哈？鼠标移动到每一个位置的时候，记录一下鼠标移动位置的点，会不会？会不会这样的东西？没问题吧？咱这样哈，咱这样。行了，我直接讲吧，咱先别讲那事件，讲完这个再讲那些 move 那事件哈。基本上就那几个让预习了吧 ，mouse down、mouse move 和 mouse up 对吧？行了，咱看一下哈。比如说这个，咱们在 document 上绑定一个事件叫 on mouse over， 啊，不是 on mouse move， on mouse move， 这个是当鼠标移动的时候它触发的一个事件，明白我意思吧？触发这个事件，咱说了，上面有一个事件对象可以记录它这个东西，对吧？事件对象是不是得兼容 window 点 event 对吧？也行，不行。你不写 window 点 event， 你没发现和前面有点重复吗？你没发现这俩有点重复吗？啊？不是，这个是局部的 event。如果你这块你不写 window 的话，你不写 window 的话，它不掉局部的了吗？对吧？对 window 点 event 这块必须得写，能懂意思吧？只有在全局的时候你可以省 window， 剩下任何时候你不能省 window， 能懂意思吧？然后 console log 一点 page x 吧，加上一点 page y， 咱是不是说过上堂课？或者 client x client y 都是记录当前鼠标点的位置的吧？保存刷新，你移动看看，是不是能把你鼠标的点记录下来？横坐标、纵坐标吧。有了这个点之后，你把这个点的位置放到红色方块上去，红色方块是不是跟你动了？是不是这回事？那多简单呢，来吧。来吧，给红色方块吧。怎么给？当挪动的时候怎么着 ？div 点 style， 咱先写个简易的 div 点 style 点 left。现在有 left 吗？没有吧？没有，咱是不是得写 position absolute 对吧？然后 left 一开始让它变零 ，top 一开始变零对吧？但凡我就说，但凡你用这两个属性的话，你必须给它写个初始的值，否则你一取值的话就是 auto。我是不是说过默认值 auto 吧？你必须得写啊。等于啥？等于一点配置，但这个写不写都无所谓了。style 点 top 等于一点配置 y， 还有呢，你得加上，哎对，加 px 啊。percent 一下，咱不需要取值，咱就赋值嘛，对吧？看看是不是可以动了？哎，听我说，你看它是不是动了？动了没问题吧？但动的不太好吧？首先是不是我现在移动，现在我设置是当移动就拖着走吧，而且你看啊，移动拖着走是不是拖着左上角？现在哈，咱把这个顺序写好，先不让它 on mouse move， 先呢怎么着 ？div 点 on mouse down， 按下去之后怎么着？然后咱们才就是。on mouse down 之后，咱们才绑定一个事件叫 document 点 on mouse move 吧，对吧？
所以我在这儿摁完之后，是不是可以挪车走了？对吧？对。然后抬起来之后呢？Mouse up 等于啥？比如这块儿，这块儿咱不设 document 了，咱设 div 是不是也行？div 是不是也行 ？div 更精准吧，在它身上目嘛，对吧？啊，然后这块儿是不是也 div？ 对吧？然后咋整？啊 ，mouse up 我干嘛？我要干嘛 ？mouse up 我再挪动，是不是你别跟我走了？那然后是不是得取消这个事件啊？啊 ，mouse move 吧，是不是等于 none 就完事了？挪，看、啊，挪，是不是可以挪了？然后看、啊，我慢慢挪哈，点，然后发现点，然后拖，撒手，是不是他不跟我走了？但有个小问题啊，是不是点拖走这个过程完事了？有个小问题在哪儿呢？你看好啊，点，点拖，拖完之后你看，你能看到我鼠标吗？在左上角呢吧？不应该这样吧？应该我点哪儿你就跟我哪儿走吧，你不能说又回归左上角了，对吧？那现在差个什么东西？咱们设置的是鼠标的点直接设置成鼠标当前的位置，直接设置成这个方块的 left 和 top 吧。但是方块 left top 是它的左顶点啊，你把你鼠标点设置成左顶点，你肯定少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距离，对吧？是不是咱把这个距离算上就行？就鼠标当前这个点加上这个距离呗，然后把这个再付给它的左上角，是不是完事了？是不是加上的距离？那你加这个距离怎么求？第一次点击的时候能不能求出来鼠标当前点击方块的点和它左上角的距离？是不是能求？是把那距离求出来，对吧？来一个 this x 和 this y， 这个 this x 呢等于，这块还得来个 e， 咱就图简单了哈，一点了啊，一点 page x 或者 client x 都行哈 ，page x 减去。div 点 style 点 left 吧，或者 get style 是不是更精准？咱封装的 get style 那个对吧？叫 get community style 那个东西对吧？你要这么写的话，你就得 percent 了吧？然后 this y 一点 page y 减去 curse int div 点 style 点 top， 是不是这样？把它这个距离给求出来对吧？然后这块再给它附进去的时候得怎么办？加上这个，加还是减？想清楚，加还是减？坚定点。减还是加？你想啊，比如说我刚开始在方块中间点的，点完之后我鼠标挪到了这儿，我鼠标这个位置是加上这个距离还是减这个距离？现在我鼠标这个点是不是应该方块的中心？是不是应该减？是不是应该减？是不是应该减？比如说，一开始我点的方块中心，然后我鼠标挪到了这儿，这块应该是方块中心吧，对吧？然而实际效果是这块是不是方块顶点？那如何让顶点变到中心？是不是得减？对吧？减吧。保存刷新，点，拖，看看，是不是这回对了？减去这个距离没问题了吧？这样一个方块拖拽的基本过程就完成了，明白我意思吧？基本过程就完成了，但是哈、啊，还不好，看哪儿不好啊？看好啊，挪了吧？我飞快的往左上角一拖，是不是鼠标出去了？但是你看好，我这个手还没抬起来呢，啊，还没抬起来呢。但是我鼠标在外面挪，它是不是不好使了？但是我挪回去，再接着挪，是不是还好使？然后我拼命再往出一甩，是不是鼠标就走了？这是不是有问题？问题出在哪儿？我们是把这个事件绑定到这个 onMouse move 这个事件是绑定到 div 身上了，只有在 div 身上这个鼠标挪动它才好使吧，明白我意思吧？只有在 div 身上鼠标挪动才好使。那现在会发生一个这样的现象，你要知道哈，咱们鼠标的挪动是受系统监控的，明白我意思吧？鼠标的挪动是靠咱们的屏幕的真频系统来监控的，就是每一秒鼠标可以挪动多少下，能懂我意思吧？每一秒可能鼠标能挪动100下，但是每一秒我们对事件的监听达不到100次，能懂我的意思吧？比如说系统要监听什么时候发生个事件，什么时候发生事件，你什么时候挪，什么时候挪啊？他可能说，哎，你什么时候挪？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呢，你挪出去了。他可能10毫秒监听一次你什么时候挪，但你1毫秒你就挪出他的距离了，他都没监听到你，明白我意思吧？
就你鼠标挪的频率频次太快了，它监听事件监听的频次没有那么快，明白我意思吧？所以鼠标都出了你这个方块了，你都没有监听到我在你身上去移动，懂我意思吧？还是说它面积太小了，能懂我意思吧？面积太小了，那这块怎么办啊？我还想鼠标随意的挪，那么快的挪，还想让你方块跟住我。你现在看一个问题哈，这里面的代码和这个 DIV 有关系吗？非得你 DIV 上触发吗？没有，是不是没关系？咱的意思就是你满屏挪，挪完之后，不管你往哪儿挪，我执行这里面语句就完事了吧？对吧？他只想知道鼠标的位置吧？那干嘛在这儿挪呀？咱在 document 上挪不行吗？都挪不出去 ，document 是整屏对吧？你挪得再快，你挪不出去，怕啥对吧？我慢慢跟着你呗，对吧？是不是这样？虽然说你鼠标，你看啊，有的时候鼠标是不是也出去了？但没关系啊，方块会一点点跟着它过去的，对吧？是不是出不去了？这回就，懂我意思吧？这样就 OK 了哈。所以这是不是一个趋近于完美的一个写法？当然，咱写的还比较糙，对吧？每一个环节都差不多将就着写的哈，也没什么封装，也没绑定，是不是这样一个环节，对吧？然后这回哈，同学们听我说，这回啊，回去给你们留个作业，你把它给我写完整了。怎么写完整呢？这种绑定事件的方式坚决不可以的。add event listener 啊，拿 add event listener 绑。然后呢，把它给我绑定成一个函数。什么叫函数呢？这个函数叫 drag 是拖拽的意思。然后把这个代码放里面去，把哪个变成变量 ？element 吧，是不是 element 变成变量？对吧？这个就不用选 div 了，对吧？就不用选了哈。然后下面 element 点什么什么 element 点，对吧？是不是应该这样一个环节？对吧？把这个东西回去好好写一写啊，回去好好写一写。这个留个作业哈，明天我会让这个你们思彤哥当场给你们查一遍的哈，这个回去必须写啊，回去必须写。我记得那个 tools 放哪儿去了 ？tools 我在下面写过哈，我看看有没有。这儿呢，我带你们读一遍哈。首先设置一个 this this y 对吧？然后 add event 是不是咱绑定那个啥？绑定那个兼容性的写法吧，对吧？就咱封装那个绑定事件的兼容性写法对吧？兼容写法哈。然后这么来写，一开始呢兼容好对吧？然后在这里面绑定两个事件，然后把这个事件名是不是单独提取出来，对吧？单独提取出来哈。然后在这这么来写，看一下这个代码哈。然后该怎么取消冒泡啊？阻止默认事件该怎么着怎么着对吧？该有都得有，回去写一写啊，回去写一写。然后给大家拓展一下，同学们听我说，咱们在之后面试的时候啊，我不知道还会不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如果碰到这样的问题的话，你就当捡着了吧。我给你简单讲一下啊，这个问题呢是一个过时的一个问题，但有的时候一些过时的面试官吧，他会问一些符合他那个年代的问题啊。他会问什么是事件捕获，你答出来是个事件捕获 add event listener 第三个参数为 true 的时候，他还要问你还有没有其他形式的捕获了。他说的什么意思呢？我们说事件处理模型，一个是冒泡，一个是捕获，这是毋庸置疑的一个事儿。但是他说那个捕获，他说第二种捕获不是事件处理模型，而是一种真实的事件获取的过程，用于解决什么呢？用于解决这种拖拽鼠标容易出了 DIV 这样一个麻烦事儿哈。就是用于解决刚才咱们鼠标真频比这个事件监听的这个真频要快的一个问题，能懂意思吧？它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刚才咱们这个鼠标挪了之后，咱们拿什么东西解决的？拿 document 去绑定解决的吧？它可以说不这么解决哈。还有一种方法也叫事件捕获，比如这个 DIV 你给它设的在只仅在 IE 里面好使，叫 DIV 点 set capture。set capture 是个方法，你执行完这个方法之后了不得了，了不得到什么程度呢？这个 DIV 会获取会捕获页面上发生的所有的事件，硬捕获到自己身上来。比如说哈，我设置完 DIV 点 set capture 之后，假如说我这个鼠标挪出 DIV 了，在其他地方一顿晃悠，没关系，依然算在 DIV 身上触发的。我在其他地方一顿乱点，依然算在 DIV 身上触发的。明白我意思吧？会把任何地方发生的任何事件都获取到他自己身上来，这也叫事件的获取，是不是能解决刚才咱们的问题？没问题吧？对吧？然后用完这个之后，有一个对应的函数叫 DIV 点 release capture。release capture， 这是这俩方法是对应的，能懂意思吧？一开启之后它就会获取到身上，
然后你觉得快用完了的时候，赶紧给它释放了，因为对其他的事件是有害处的。你在其他身上点事件不好使了，就，懂我意思吧？啊，是这么回事啊，没问题吧？啊，没问题吧？但这俩就是说，你记住就行了，你甚至说都不用会操作，你能说出来就行，因为只有 IE 能用，也不通用，明白我意思吧？也不通用啊。有的时候吧，他们比较老，他们工作年头比较老哈，喜欢问一些老的问题。如果这么问的话，你就当捡着了哈。就是即使不这么问的话，你跟他说一下，是不是当炫技了，对吧？你看这么老的东西我都知道哈，你看我多厉害，对吧？Capture 啊，Capture 查一下吧。Capture 啊，获得夺得的意思啊，获得夺得的意思。Capture 捕获，设置捕获嘛，对吧？所以他说这个捕获完全翻译过来的意思吧，对吧？对吧？然后咱讲几个事件哈。第一个事件呢，咱今天主要讲是事件分类，把鼠标类事件和键盘类事件给大家讲明白之后，基本上这堂课内容就完事儿了。说快也不快，说多也不多哈，但是说少也不少。Click 事件咱不用讲了吧？Mouse down 事件，Mouse down，Mouse up，这是一组，知道什么叫 Mouse down 吗？我给你们讲一个过程啊。Click 等于 Click 是什么？敲击鼠标事件。一个 Click 其实是比较迟缓的，它等于 Mouse down 加上 Mouse up，这是一个过程，能懂意思吧？比如现在给这个 div，别的了，直接。Document 吧，Document 点 onclick，然后 Document，哎呀，好烦呐，on mouse down，在写事件的时候，大家一定注意哈，事件这个根本就没有小多峰式、大多峰式，你直接把这个字母你罗列上就行了。啊？document 点啥 ？mouse down 括号，哪有这种写法？这 jQuery 写法，这 jQuery 写法，jQuery dollar 什么点 click，那 jQuery 写法啊，那 jQuery 自己封装的，JS 里面没有那语法，能懂是吧？啊，人 JS 自己封装的。来啊，三个事件，咱看看它的触发顺序。Mouse up，保存刷新，来点一下啊，点一下之后你就看到先 down 后 up 再 click 吧，是不是跟它绑定顺序根本都没关系，对吧？一定是按先触发顺序吧，是不是先 down 后 up 再 click 对吧？这是他们的一个顺序，没问题吧？这个没问题啊。然后还有个事件叫 on context menu，context menu 是右键产生菜单事件，咱是不是说过？它能用到的就是它。唯一有用处的地方就是右键取消菜单那个东西啊。说陈哥，他监听右键不好吗？监听右键咱们另有方法，不用这种麻烦的方法。Mouse move 就是鼠标移动的事件啊，移动的事件。Mouse over、Mouse out、Mouse over、Mouse out 和 Mouse enter 和 Mouse leave 是一样的。几个意思呢？来，div 点 on mouse over 拿一套老的来写 ，div 点，哎，你应该回忆出咱们学 CSS 时候有一个功能啊，有个功能叫 hover，hover 是不是前后改变状态位？当挪鼠标挪入，鼠标挪出，对吧？好。对对，是这个道理。保存刷新，挪进去挪出来，挪进去挪出来，挪进去挪出来。On mouse over 就是当鼠标盖住你的区域的时候，或者闯进你的区域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儿。On mouse out 就鼠标离开你的区域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儿，能懂意思吧？相对应的 HTML5 的新规范。叫 on mouse enter 和 on mouse leave 单词不一样了，效果一样的，明白意思吧？就这俩哈，所以你应该清楚哈，咱们 CSS 里面的内部原理是拿啥写的？ Hover 是拿 JS 写的吧？
哈佛是拿 GS 写的，能懂明白吧？啊，拿 GS 写的。其实吧，这个东西吧，你说他仨不分家吧，好像也不是那么回事啊。你说他仨分家吧，好像也不是那么回事。虽说 HTML、CSS、JavaScript 是三种语言，但你想一点 ，HTML 里面掺没掺杂 CSS？ 有吧？甚至 HTML 里面还有 JavaScript 呢。没有 JavaScript 的话，那个 form 表单怎么提交啊？怎么 submit 啊？那是个事件啊！啊，那是个事件，能懂意思吧？那是 submit 事件。你说 CSS 里面没有 JavaScript 吗？也不见得吧，是不是都有，对吧？互相掺着用啊。只不过人家用 JavaScript 不是说把它转换成咱们的代码再去执行，它是直接让引擎去动啊，比咱们写 JavaScript 要高效很多，能懂意思吧？虽然说你说陈哥，咱直接写出来多直观呢、啊，不用那个 Harbor， 但我跟你讲，你要测一下速度，照样 Harbor 比你快。人家直接调用引擎来做了，能懂意思吧？啊。行吧，这些是不是事件的没问题了，对吧？然后咱们来看一个问题啊，如何区分鼠标的左右键？比如说有些需求，乘客我就想右键出来什么东西，左键出来什么东西？比如说扫雷哈，扫雷左键是不是打开那个格？右键是不是插起？这是左右键之分吧？必须在那知道为什么，就是什么时候左键，什么右键，怎么来区分呢？能区分左右键的只有两个事件，一个是 mouse up， 一个是 mouse down， 其他事件都不可能。啊，都不可能，挺好啊，叫不可能，在哪出现的呢 ？Almost down， 咱先试一下。咱们有一个事件对象，这个东西啊，救了咱们老命了哈。把这个 E 打出来之后，你点一下之后，是不是出来一个 E？E 上面有一个东西叫 button 属性，这个 button 属性记载的就是你鼠标右键呢还是左键。如果你左键的话，它返回你结果是零；如果右键的话，返回二；如果中间滚动轮的话，你可以试一下是一，啊。比如说现在哈，我左键点了一下，紧接着啊右键点，如何判断我骗不骗你们？是不是看这个，对吧？没糊弄你们吧？一个左键一个右键哈，这个是不是零？这个是不是二？所以判断 button 判断一点 button 这个值，咱就知道是左键右键了吧？对。if 怎么着？一点 button 等于二的话，是不是应该打印出，对吧？右键吧 ，console log。Right， 然后 else， 哎，别 else if 吧 ，else if 1.8 就由于我这触控板没有滚动条哈，所以咱那啥，就没有中间那个滚动轮那个键，所以咱测不来中间那个东西了，只能左和右。但一般情况下，你看哪个网页哪个程序里用这个滚动轮了？你滚动轮点个东西能出个飞镖还咋的？不能吧？是不是很少设计那个东西对吧？很少设计那个东西。左键，哎，不对呀、啊，等会儿啊。没写对吧？来，零，保存，点，右键，左键，右键，没问题吧？这不能判断了哈、啊，这个能，他要是能，他成组那哥们儿 up 就一定也能 ，mouse down mouse up 是一组的，对吧？啊，那一组的哈 ，click 是万万不能的，什么？咱试试呗，保存，点，右键，不好使吧？右键不好使吧？不信咱看一下哈。它对右键的一个监听基本上就是一个，基本上就是无能为力的状态。右键，你看到了吗？是都没触发事件，懂我意思吧？不是说触发了没有那个值，是都没触发 click 事件。右键是不能触发 click 的，懂我意思吧？谁规定的 ？DOM 三标准规定的。啊，咱们有 DOM 一、DOM 二、DOM 三标准，这个标准你先不用管了哈，你就记住。DOM 三标准规定就是 DOM 第三个版本啊 ，DOM 操作第三个版本就是第三个规范啊，规定 click 事件只能监听左键，不能监听右键 ，OK 吧？啊，能触发右键的只有 mouse down mouse up。那现在问大家问题啊，比如说这样，我们还是刚才那个拖拽啊，拖拽一个小方块，这个小方块呢是个 A 标签儿，能听我意思吧？小方块是个 A 标签 ，A 标签有个特性，你在上面写网址，是不是一点击就飞了，一点击飞页了，对吧？那现在我问你个问题啊，我现在把 A 标签做成一个红色方块，可以拖拽的，玩法是这样的，用户呢要拖拽的话，让它正常拖，要点击的话，让它正常跳转，让你来实现这个东西。其实实现的关键点在哪儿？我问你啊，拖拽是不是一个 down？一个 move 一个 up， 但一个 down 一个 up， 不管你隔多长时间都算一个 click， 明白我意思吧？
不管你隔多长时间都算一 click， 就是你拖拽这个东西，它就跳转页面，这我不想要，怎么来区分呢？就是用户想拖的时候，他就拖，不点就是不执行点击事件；如果想点击的时候不执行拖，就简单的说就是拖拽不等于点击，啊，拖拽不等于点击怎么办？哎，怎么看时间差？对吧？是不是时间差的问题？你想一个问题哈，这个东西吧，得动用点咱们的脑子了，不能光靠程序了。有的时候程序和思维是结合一起的，对吧？得动点脑子了哈。你想一个问题，人正常拖拽一个东西，是不是得需要点时长啊？你不能说点完之后蹭就起来了，没那么快，对吧？至少得0.2秒以内吧，啊，至少得0.2秒以上吧，才叫拖拽吧。点击哪有人点击那么慢？点完之后，除非你邓哥那样的哈。手刮放下之后，还得拿另一个手把这手抬起来才行，太重了哈，太重了，点下之后抬不起来了哈。就一般情况下点击都是清脆，对吧？点完一下之后，基本上0.2秒以内、0.3秒以内就能抬起来哈。就这个东西是不是能区分你是拖拽还是点击？用生物行为来区分吧。你要是鼠标按下加抬起之间那个时间差小于0.3秒或者小于3000毫秒，点击大于3000毫秒，拖拽，是不是这样就 OK？对吧？咱写写呗，document 的吧，行吧 ，document 的吧 ，on click， click 的时候呢，打印出一个东西叫 click， 然后在 document 点 on mouse down， Almost down 的时候干嘛？记载一个时间嘛，叫 first time 对吧 ？first time 一开始等于零，然后让它来 first， 哎不对，对吧 ？first time 等于哎对，时间戳对，这词儿好啊。new date 点 get time 是完事了，对吧？然后呢 ，most up 呢？First， 当然他们的功能咱就不写了，咱就为了区分的，对吧？功能你就自己写到里面了。哎，对对对对 ，second 或者说 last time 吧 ，last time，last time 等于 new date 啊，叫 get time。好 ，if last 是 last 减 first 对吧 ？first time。咋着？大约300吧，行吧，300大于1000，我天，邓哥呢这哈？大约300怎么着？大约300是拖拽对吧？是拖拽的话，咱们就不让 click 里面的执行了。所以 click 这块是不是来开关啊？咱把这开关打开的话，它是，对吧？咱这开关得有一开始是 false 吧，对吧？大于300。或者小于300吧，小于300咱让这个 key 等于 true 对吧？然后呢 ，key 等于 true 的话，它是不是执行了对吧？哎，执行完之后，是不是 key 得让它等于 false 啊？这样就行了吧？是不是这个逻辑就完事了？小于300打开，对吧？是不是小于300打开，对吧？然后打开完之后，执行之后就 false 了哈。刷新，点 click， 按住。没有吧，摁住它一来没有吧，摁住它一来没有吧，再点摁住它一来没有吧，是不是这就区分开了？然后你把你的一些功能再加在什么 down 里面啊 up 里面，你是不是想干啥干啥了，对吧？是不是能区分开了？ OK， 一没有保存，那个事件对象里面是没有时间概念啊，是没有时间概念，它要是有的话那就好了哈，有的话就好。啊！拖拽放档里面，放 app 里面。拖拽是什么？拖拽，咱们刚才说了嘛，档触发了拖拽事件吧？档完之后，在档里面，咱们要 document 那点 on mouse move 的，是不是在按下之后才绑定 move 事件？咱要在按下之后再绑定 move 事件吧？否则的话，你不按一下它就能 move 了吧？咱们想要的是我按下去之后 move 你方块来跟我走，抬起来之后你 move 事件是不是解除？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你听懂了吗？时间没说，不是啊，我是拖拽，这个 click 不会影响拖拽的，拖拽会影响 click。我在拖拽的时候，我想随便拖，只不过抬起来那一瞬间，我不想让它算作一个 click 的过程。是咱解除的是这样的问题，能懂我意思吧？啊，解除是这样的问题啊。OK 啊，这没问题，没问题了，完事了，下一页啊。拖拽完事了，应用这个东西，随机移动方块，随机移动方块咱不写了，太简单，太 low 了这东西。随机移动方块，我跟你讲一下，当时设计这个设计一个小游戏的一个环节啊，就比如说一个方块，这个方块呢，在这个屏幕正中间，当你把鼠标挪到这个方块里面去的时候，就是 on mouse over 的时候，这个方块呢，随机的向上下左右斜上斜下斜左斜右什么八个方向，随机向这个八个方向挪动100个距离。完全随机的，就是造成一个效果，就是你无论你鼠标怎么往它方块里面移，你都碰不着它，能懂意思吧？你一到里面去，它就瞎移了；你一到里面去，瞎移了，能懂意思吧？就碰不着它，是不是巨简单无比？这个太简单了吧？这个。然后讲今天的关键啊，叫键盘类事件。这个很关键哈，键盘类事件。键盘类事件完事之后，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的贪食蛇，它需要键盘吗？啊，它需要键盘啊。其实还有几个哈。还有几个事件，你们回去可以试一试。这几个事件哈，虽然说有点超纲，但我先告诉你，你可以探究一下。点开这个东西就变成移动端了，知道吧？就变成移动端了哈。移动端啊，移动端 ，on mouse down 就不好使了。啊 ，on mouse down 就不好使了。移动端呢叫 touch 什么呢 ？touch 有几个事件 ，touch start。刚刚touch move touch and 这三个事件啊，移动端 touch start touch move touch and 和那个 mouse down up 一样的，明白意思吧？一样，这是移动端的哈。你们玩那个 touch 事件啊， touch 事件刚摸，对，可厉害了，行了，来来来，看我这儿啊。接下来键盘事件和这个鼠标事件类似，就这么几个哈。Key down, key up, key press。咱依照于刚才那个规律来看哈，一个 click 相当于一个 down 加上 up， 对吧？那这里面是不是基本上是一个 on key press 等于 on key down 加上 on key up， 对吧？是不是大概是这样的？咱猜一下呗，对吧？大概是这样的，猜一下哈。On key press key press 这块改成 down， 这块改成up 保存刷新啊。现在啊，看好，我随便点一个按键，咱测一下哈。点什么呢？点 A 吧，行吧，点 A 刷新啊， A 啊，还一样呢，都看这么多遍还一样。一个 key press 还等于 key down 加 key up 吗？不等了吧？是不是不等了？看啊，而且我摁住，我都没 up 吧？没 up 是不是这俩哥们就开始反复出了？能看到吧？我滚动条在不断缩小，看，看了吧？然后 up 才出来呢，还等于吗？是 key press 等于那俩盒吗？Key press 跟他俩都没关系啊，听我说，这回可不等于什么 click， 没关系，仨就是仨东西。首先还是一样的 ，down 和 up 是一对的，触发顺序你刚才也看到了，先 down， 后 press， 再 up 吧。其实 key down 和 key press 啊差不多，但是有点小区别啊。就这俩呢，咱肯定明白了，先 down， 后 press， 再 up， 而且你连续按的时候，咱是不是不抬起对吧？不抬起按的时候，它是不是一直能触发？所以说这块有啥好处吗？你说为啥和鼠标咱按下的时候怎么没连续触发呢？为啥这个是连续触发呢？
比如说哈，哎，咱想个问题哈，咱都打过几个游戏吧？我记得我小时候两款游戏特别经典，一个是 CS， 叫反恐精英，对吧？反恐精英，一个叫魔兽，魔兽争霸啊。这俩游戏非常经典啊。咱拿这个反恐精英来说，反恐射击类游戏玩过吧？自己，就 WSAD 四个键子能控制上下左右跑，对吧？然后这头鼠标能控制这个开枪哈。那如果这游戏这么设定哈，按一下键盘只能触发一下的话，不连续触发的话哈，你想往左跑，你手都得点抽筋了，你知道吗？你手都得点抽筋了。你想往右跑，手也得点抽筋了哈。打一场游戏下来就跟你邓哥差不多，帕金森了，知道吗？就开始这个了，不由自主了，开始抖，你知道吗？肯定是这样啊。所以这个设计的很合理，按住之后连续触发，这个能保证就在你触发事件的时候有个连贯性，对吧？所以游戏也正好是应用了这一点，就是你就觉得整个就是不是它 GS 啊，所有语言都这样，所有语言都有键盘类事件，一样的啊，大同小异哈，也是按住同样一起触发，就一直触发，能懂对吧？啊，一直触发哈，行吧 ，OK 啊，然后顺序是先 key press key down 再 up。哎，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假如说让你们设计个游戏，先不用管 key down key press 一个区别。假如让你设计个游戏哈，这游戏呢有一个特别出名叫什么？叫撸撸叫什么来着？英雄联盟哈，英联盟据说哈，反正这个游戏我看他们说过，说那个键子就那么几个，说极其简单，说你邓哥都学得会哈，叫 QWER 就完事了，对吧？就四个键子哈，任何一个英雄啊还有 F 呢，你邓哥用不着那玩意儿，就QWER 就够他玩的很开心了哈 ，QWER 几个键子。据说很多人为了打这个游戏，为了打游戏嘛，拼反应速度。除了反应速度以外，说这个反应速度到了，手也得到，对吧？手到了之后还不够，设备也得到，对吧？是这么说的。搞了好多个什么机械键盘，什么什么青轴、茶轴、黑轴了，对吧？都老贵了哈。说那个茶轴可贵了吧，都1000多、2000多都那样哈。青轴、黑轴什么的特别贵，就为了打游戏哈。你知道机械键盘好处在哪儿吗？好处在哎，它里面机械轴承，它抬起速度特别快。就是键盘的回馈特别快，你摁非常难，你知道吗？摁完之后叭就给你弹起来了，知道这种感觉哈。就你要没劲儿的话，就跟弹钢琴，你感觉没劲儿的话玩不了游戏，你知道吧？必须先吃饱再运气才能玩那种。就这样啊，机械键盘有个好处就是反馈力量特别大。那我问你个问题哈，他们就特别崇尚这个东西，买机械键盘才能玩好游戏。如果你设计游戏的话，你把这个游戏的事件设置在 key down、key press 上、key up 上。你把事件设置在 key up 上，抬起来之后才放入技能啊，比谁抬得快啊？肯定是 key down 啊，对啊，所以说这个问题嘛，回去跟他们买机键盘的，先劝他们哈，这东西得买往好了买，买那个能行吗？得往好了买，买完之后跟他讲，哎呀，我今天学个知识啊，我跟你好好讲讲，并没有啥用吧。那摁一下那一下，你拼速度肯定比摁你绑事件哪个开发缺心眼他绑那个 key up 上，对吧？肯定绑 key down 上啊，事件都得绑 key down， 你一 key down 那个东西就出去了，对吧？你别你回去你试试，你是不是摁完那键你不用抬起来，他那个技能也能放？你试试，是不是不用抬起来的技能也能放，对吧？那跟接键盘有什么关系，对吧？所以说你学完编程之后，是不是头脑变得清醒了？你就知道该买什么样键盘了吧？普通键盘就能玩哈、啊，普通键盘就能玩得很好，只要这个键盘不生锈，它不影响你按下去的速度就行啊。来，好了，顺序你都了解了哈，怎么玩这游戏你也都了解了，咱看一下 key down 和 key press 一个区别到底。来，听我说啊。key down 和 key press 一个区别哈，到底它俩有啥用？到底说你设计游戏的话常用哪个哈？咱先从这块看吧，咱 key up 咱就不需要了哈，咱就专门对比它俩，一人一个 E， 啊，一人一个 E， 你应该清楚先触发哪个吧？是不是先触发 down 对吧？一人一个 E 哈，我现在先摁一下空格，哎，我靠，这啥？哪块？啊。NA， 这是档吗？啊，档打开，往下手，看哪个呢？看这个 charcode， 啊 charcode， 它有 charcode 吗？啊
啊，对对对，也有，但是不是零？但是不是零？对吧？这是啥 ？key down key down key price key down 吧 ？key down 哈，来看这儿，有没有 charcode 的？97，我按的是 A 哈 ，A 的阿斯克玛基本常识它就是97，能懂意思吧？是不是它这个有 charcode 的，对吧？它俩第一个区别就是一个没有 charcode 的，一个有 charcode 的。说 charcode 的这玩意儿有啥用啊，陈哥？你别着急啊，别着急啊啊！然后再看哈，同学们，我刚才摁的可是 A， 如果我摁上下左右了，我现在摁上，你不发现少个事件？摁下少个事件啊？咱看看这个是哪个，到底是 down 还是 price？ 咱能看出来。你看 charcode 的，它是不是依然没有？对吧？而且这块应该有一个事件类型吧？是不是 key down 对吧？有个 type 事件类型吧？是不是记录呢？是不是这个是 down？ 也就是上下左右这些键子怎么 key price 没了呢？还有一些键子 key price 也没有哈。看好，我重新按一下 ，Fn 呢 ？Fn 都没有啊。Control， 我这是 Option， 你们应该 Windows 键哈。Command Alt 上下左右 Shift 这几个控制类的键，你发现都没有 key price 啥事儿。明白我意思吧 ？Key price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Key price 和 Key down 干嘛的 ？Key down 能够监测到，听我说 ，Key down 能够监测到所有的键盘类按键的事件，所有键盘类除了那个 Fn， 除了 Fn 以外 ，Fn 的辅助键嘛，那不算键盘键，除了 Fn 以外，它都能监测到，就是 Key down。Key price 呢，它只能监测到字符类按键，字符类按键啥意思？你上阿斯克玛表里面去找，阿斯克玛表里面没有的，都不叫字符类按键。所以它按出来的东西会对应的阿斯克玛的，能懂意思吧？那我说陈哥，那这个咱这个 key down 能做这么多事，所有按键都能监听，为啥不用 key down 啊？它有个小问题，我摁了一个 A， 比如说我摁了一个 A， 是它俩都出现了。你 key down 你知道你摁的是啥吗？我陈哥这块插扣的是零，你往下看看陈哥还有没有什么区别了？你看，哎，这块出了65，这不也是数吗？然后摁个 B， 一样。陈哥，你块出了66，这不能判断吗？这不能判断吗？人家不有个位置属性吗？对吧？位置属性一个65，一个66，不能判断这是 A 吗？判断不了。看好啊，那不是 A 吗？我给你摁 Shift A， 看着啊。哎，等会儿我把这删掉。看着，我给你摁 Shift A 啊 ，Shift A，Shift 肯定第一个是那个 key down 对吧？看这个哈，这是不是 key down？ Shift A 的结果也是65吧？看人家这个，对，虽然说位置这块 Shift A 都是65，但是你看 charcode 这块，啊，这么对比不好啊。我再来个小写的啊，看这儿吧。小写的 key down 是不是 charcode 没有，位置还是65，对吧？你看人家小写的这个，小写那什么，小写的 key price 是不是插扣97，位置也97，就说明一个啥问题？你那个 key down 那个东西，听说 key down 那个东西，如果你监测字符类按键的话，你是不准的。你大写 A、小写 A 都65，我咋监测你那啥玩意儿啊？但是字符类按键是不是咱 key price 能监控的很准？明白我意思吧？字符类按键 key price 能监控的很准。那这俩怎么配合呢？如果你想监测字符类按键的话，并且你想区分大小写的话，啊，就是说字符类按键必须，并且想区分大小写的话，用 key price。如果操作类按键的话，你就只能用 key down 了。但是操作类的按键 key down 你也没什么，就是也没什么不好。你看上下左右，它的上下左右对应的位置都有值，而且是唯一的，40、37。这是啥左右控制按键吧？说整个这个位置到底是啥？我跟你讲，这个位置吧，它不是阿斯克玛，跟阿斯克玛没关系。你查查阿斯克玛，阿斯克玛37到40，它绝对不是上下左右，能懂意思吧？它绝对不是上下左右，对，它监测的是108个键子，能懂意思吧？它监测的是那个键子，给键子排个号，多少多少东西哈，就它的数字绝对对应一个键子，但是对应不了 shift 加那个键子，明白意思吧？就看你要求精不精准。说陈哥，我这个键盘类按键啊，不管 shift 的，我要求没那么高，我只要监测到哪个是哪个就行了，那你 key down 已经解决一切问题了，能懂意思吧？但是 key down 解决的问题吧不好，你这个 A B C D E F G Q 包括123456890，它对应的那个位置不是按阿斯克玛表来的，你是不是得挨个对应挨个测？你要是 key price 的话，你直接阿斯克玛按那个阿斯克玛表，是不是直接能把它拿出来了？
你是不是看得更精准一些？这块能弄一次吧？所以 key down 可以响应任意的键盘按键 ，key press 可以相应的，只能相应的字符类按键哈。然后 key press 返回 ask bar 可以转换成字符，明白是吧？就这样 ，key press 啊。一点叉 code 是不是 ASCII 码？怎么把 ASCII 码转换成那什么？转换成字母 ？stream 点 from 叉 code 吧？是它吗？哇，能把这个能把哦，应该是吧？我试试啊。保存刷新 ，A， 哎，可以吧 ？stream 上面有个静态方法。静态方就是直接写到 string 上面，叫 from charcode。你直接往里面放 Unicode 编码，它会把你 Unicode 编码转换成对应的字符。Unicode 编码是包含 ASCII 码的，能懂是吧？包含的，所以这 ASCII 码正好嘛。就这样 ，A B C D E F 什么什么 F G， 是不是都有？对吧？啊，都有。而且看哈 ，Shift A Shift B Shift C Shift D 是不是都行？没问题吧？啊，还是都行啊。这是 key down key press 的一个区别，然后接下来哈，咱看一些文本类，听我说啊，大任务已经基本上都完成了，接下来就是边边角角了，文本类操作事件，就那么几个，先说 input 和 charge， 再说 focus 和 learn，focus 和 learn 咱看过无数遍了，input 和 charge， 来个文本类吧，文本框，text。RGB， 好，能看清吗？好，这颜色挺恶心的哈，先凑合看吧啊。然后把它汇聚出来，保存刷新。汇完之后吧，咱设置一个事件叫 input 点 on input 的事件啊，这写起来怪怪的。然后呢，咱看一下 this 点 value， 知道 this 代表谁吧？是不是代表 input 的对吧？行，现在哈，我看看这个 input 的事件什么时候触发？我写一个 a 是不是打出 a 了？我写 b 是不是打 ab 了？就是输入一次，它是不是就触发一次？然后我删除一个呢，是不是也触发了？就但凡里面的内容有变化，它都会触发这个事件吧？明白我意思吧？这是 input 事件啊，就是但凡里面的文本有变化，它都会触发这个 input 事件，明白意思吧？无论你删还是新增，是不是都会触发？这是 input 事件哈。然后呢，看一下 change 的 change 哈 ，change 事件保存刷新 ，a b c d， change 了吗？啊，重来哈，重来刷新啊！首先聚焦。没触发吧 ？A B C D 没问题吧？失去焦点，是不是触发了？再聚焦 A B C D 失去焦点是不是触发了？什么意思？聚焦发生改变，失去焦点，然后再触发，对吧？现在看啊，聚焦删，触发没？触发了吧？再聚焦一二三，没完事儿，删掉一二三，触发吗？不触发。它对比的是啥？它对比的是鼠标聚焦和失去焦点。两个状态是否发生改变？如果两个状态没发生改变的话，不触发；如果发生改变，是不是触发？我不管你中间怎么操作，你删了多少回，减多少回，只要我两个状态不一样，我就触发；只要两个状态一样，不好使，不触发，对吧？这是 change 吧？明白我意思吧？啊，这是 change。这两个呢，在咱们后续的一些小项目里面，你们可能会用得着，也比较好记吧，对吧 ？change 比较好记哈。然后最好玩的是那俩 unfocus unblend 对吧？啊 ，unfocus unblend。咱还用在那什么你写吗？直接在这儿写吧，好吧。写个啥？按原来那个需求写一个新浪的玩意儿对吧？啊，叫请输入用户名，还记得吧？这回咱切身的自己写一下对吧？这鼠标聚焦它没，鼠标失去焦点它出来对吧？怎么办？首先 ，unfocus 这不聚丙方式也可以吗？对吧 ？unfocus 是不是 this 点 value 等于空，然后。unblend 是不是 this 点 value 等于等数用户名？当然这肯定是不完美的，对吧？但现在至少是不是点完之后它没了？失去焦点是不是出来了？现在点完没了之后输入东西，再失去焦点是不是还有？应该在什么情况下才输出回来？或者在什么情况下先让它失去？
是不是得 if 啊 ？if this 点 value 等于这空等于请输用户名，对吧？等于请输用户名才那啥，对吧？然后这个呢，什么时候给它弄回来 ？if this 点 value 等于空吧？是不是这回是空？对吧？是不是应该这样？点完之后输入点东西，是不是没事儿？再聚焦是不是也没事儿？删了之后视焦点是不是出来了？然后改个颜色是不是完事了？怎么改？一开始来个 style color 999，这样吧。然后当聚焦的时候怎么着 ？this 点 style 点 color 等于42424242，这是标准的黑色字体，咱们互联网的标准色哈，不是那个000啊，比000稍微浅那么一点点。看不出来啊。this 点 style 点 color 等于999，保存刷新，输入是不是黑的？这样没问题，这样也没问题。然后这样再删掉，是不是变这个色了？没问题吧？是不是就完事了？然后有缺陷吗？缺陷是啥？缺陷是请输入用户名，然后再来，是不是没了就？是吧？就很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哈。然后再看看其他人的啊，五八同城，你们记住找服务了哈，行哈，找工作、找房子、找工作、做、找房子、找服务哈，是记可清了哈，来就没了，对吧？玩玩就没了。OK 啊，就是任何一个都，哎，咱这回咱们能看到源码了吧？是不是咱能看到源码了？咱看看他怎么写的呗。没事哈，拿出来，能拷人代码直接拷到咱们这里啊，这是完全可以的。刨去点咱们没有用的哈。哎呀，他这么多东西啊，做了一个这么多方法，这没啥用。剩下的是不是和咱东西差不多？只不过他改颜色是不是靠 class name 改的，对吧？是不是差不多？把这个去了，是他内部自己设的一个东西，还有 keyup 呢。他写的其实比较麻烦啊，你看新浪里面写的和咱基本上一模一样啊 ，unfocus unblurring 是不是差不多这回？然后剩下的一些就是咱们用不着的一些字段啊，这字段定义名定的还挺那什么的，通缉 tag 啊。咱看看新浪。看这个拿过来，哎，你看他写的亲民了吧？就是不是和咱写的基本上大同小异？这个 max length 是里面添的最长的字符，不能超过40个啊，是不是差不多了？把这个再去了，和咱基本上一模一样吧？除了这边是不是里面？改颜色用的是 class， 我跟他说过吧，不是改样是最好用这个东西，对吧？比那个点 style 是不是好多了？尤其改两个状态，对吧？性能好，可维护性也好，对吧 ？OK， 都这么写的哈，所以这个写法你就放心吧，大胆用啊。OK， 这几个事件完事了，然后哎呦，今天涨这么快吗？快下课了哈，看这哈，咱有个窗体类操作事件叫 scroll。和这个 load scroll 呢，就是当滚动条一滚动，这个 scroll 事件就触发了。滚动条一滚动 ，scroll 事件就触发了，明白意思吧？滚动条一滚 ，scroll 事件触发；一滚 ，scroll 事件触发。这个是挺好玩的事啊。是谁上的呢？是 Windows 上的 ，Windows 上的事件哈。滚动条滚动。window 点 scroll 吧 ，unscroll。当滚动条滚动的时候怎么着？我们获取 console 点 log，window 点 pagex offset， 还记得这是啥吗？
带鼠标？鼠什么标？鼠标？给我闹呢！鼠标，这不滚动条滚动位置吗？对吧？来点滚动条，保存刷新，刷新啊！滚，滚动条一滚，是不是就这样了？对吧？滚动条滚动，你看出来这么多数字了吧？是啥？滚动条滚动距离吧？而且是滚动条当前的距离吧？或者说当前的位置应该是，不叫距离对吧？当前位置，获取滚动条当前位置。OK， 有了滚动条的当前位置的话，咱能求一个东西了。还记得咱们有一个 position fix 定位吗？ position fix 定位啥意思？小往大后，相当于是。哎，也就说相对于可视距窗口吧。但有个问题叫 fix 定位有问题。IE6 没有 fix， 知道吗？我没说过吗 ？IE6 没有 fix 定位。那如何给 IE6 配一个 fix 定位，拿 JavaScript 来写呢？是不是 JS？JS 咋办？拿什么来模拟？拿 position absolute 来模拟。但是 position absolute 有个问题，就是你文档往上一拖，它是不是跟着拖上去了？但如何咱能保持它相对于这个视口位置不变呢？是不是记录？哎，什么 position 的 top 等于啥 ？top 等于啥 ？top 等于它原来的 top 加上你滚动条的位置吧？你把页面往上推这么大距离，我就把这么大距离给你加到这个 position 上，你是不是相当于这个方块就没动？是不是有事儿？能懂我意思吗？先说一下哈 ，position absolute 定位是相对于文档定位的，但是文档谁也没说文档能一屏显示的开，有可能文档这么老长的，对吧？是文档这么老长的，你给它设一个方块在文档上面的100那个距离，现在咱们想让position absolute 定位来模拟 fix 定位， fix 定位是我相对于视口100呢是不动的，但是咱们现在往上一串这个文档的话，是不是这个方块就跟上去了？如何让它视觉上补上去呢？就是你往上串了多少个像素，你往上串了多少个像素的这个后面的纸张，你是不是把这个像素的距离加到 position absolute 的 top 上，对吧？比如说我纸要往上挪100，但是没关系，我方块相对于你纸的上边缘加了100像素的距离，是不是相当于方块没动，纸在动，对吧？是不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对吧？所以根据它是不是能模拟一个 fix 定位，对吧？是不是能模拟一个 fix 定位，对吧？前面这个 scroll 应用点很多，但比较简单，你都会用哈。load 这个东西我得好好讲讲。load 这个东西啊很重要。重要呢不是说重要我让你用，重要是让你不用。可能说大家未来在写一些程序的时候，你可能会借鉴一些线上的一些之前的高手们留下的一些代码和这个什么其他的东西啊。有一些线上的所谓的高手们喜欢这么写东西 ，window 档案 load 写的极其高大上，给你感觉望而生畏那种感觉，对吧？啊，畏之而敬畏，对吧？细思极恐的感觉哈。反正不管咋着吧，一看感觉哇高大上，对吧？非常非常厉害。高大上在哪儿呢？我先说一下 window 点 unload 事件发生在什么时候。别的了，别发生在什么时候了。我给你看个非常神奇的现象啊。咱说咱们的 JavaScript 标签是不是读到 JavaScript 的时候就阻断页面，对吧？所以说咱必须得把 JavaScript 写到下面，才能把上面这个东西读出来吧。如果我把这个 div 写到它下面，这个我们还能选出来这个 div 吗？是不是肯定不行？因为还没执行到那儿，对吧？页面还没渲染到那儿就卡死了，就执行这个 JavaScript 了，对吧？ JavaScript 是读到我执行完你再往下读，对吧？啊，然后有一些高手们这么写，高手们说了，哎呀，你不是有障碍吗？看我的，我给你写个 window 点 unload， 然后哎，然后 word 一个这个东西保存，保存哈，然后肯定好使啊 ！div 保存刷新，看看能不能弄出来，能弄出来吧？而且还能操作呢，厉害着呢！保存刷新，
看是不是操作了？嗯，哎，非常了不起，对吧？但为啥不用呢？我再说一下啊，这个方法是最慢的。哎，对，没意义是最关键的一点啊，根本就没有意义，而且最慢的。我大体上讲一下咱们浏览器的一个顺序啊，因为下堂课我下堂我的课我还要细讲一下这个东西。咱们浏览器有一个时间线的问题，时间线的问题就是每一步和就是这一步和下一步一定要按顺序执行，而且呢，执行的顺序是有一定考究的哈。首先，我们输入一个网址的时候，先把这个页面给请求回来，下载过来，对吧？然后一行一行的去加载了，对吧？然后有一个顺序这样的哈。比如说这块一堆代码，然后呢，哎，我这样吧，我索性就给你直接都讲了，对吧？在一行一行解析这个的过程中，我跟大家讲是这样的啊，我们呢 ，HTML 和 CSS 是并行一起可以解析的，这个都知道吧 ？HTML 在解析的时候会形成一个叫 DOM 树的东西，叫 DOM tree，CSS 的时候会形成一个叫 CSS tree， 这 tree 是啥东西呢？吹来吹去的哈，哎，来个 strong， 比如说。我们的程序在往下解析的时候一看，呀，你是一个这样的 DOM 结构啊，它会在系统的内部画上一棵树形图，树形图的顶点呢当然是 document 了，然后下面肯定是 HTML 了，然后左面的分支是 head， 右面的可能是 body 下面可能有一个 div， 对，就是二叉树，但这个词儿咱不那么念了就行了， span就是一个树形结构，我就不画线了，能懂意思吧？会形成一个这样的一个大树，给它解析起来，能懂意思吧？然后呢 ，CSS 那会儿也会有一个对应的大树，两棵树光能拼到一起，形成一棵新的树，叫做渲染树。这个渲染树吧，我没法用代码给你写出来了，就没法这么简单写。渲染树什么样的？和 DOM 树差不多，只不过每一个 DOM 树上面，比如这是一个 div， 它会在旁边标注了这个 div 应该画多宽、多高、什么颜色，形成一个叫渲染树，叫 render tree。render tree 叫渲染树，这东西俩拼到一起形成一个 render tree， 能懂意思吧？然后才开始绘制页面，按照这个 render tree 的形式绘制页面，明白意思吧？这都是次要的哈，明白一下就行了。关键就是这个 DOM 树在形成的时候吧，是这样的，学生哥，什么时候才算把一个节点挂到那棵树上去呢？比如说现在这个节点就叫 image 里面有一个巨大的图片啊，叫巨大图片哈，叫 so large， 对吧？巨大图片老大了，那陈哥是把这个图片都下载完了之后，把这个 image 光当放在一棵树上去挂着，还是说读到 image 标签，系统一看要 img 直接就挂上？哎，是这回事啊！不着急下载，系统读到它是 image 的时候，确认它是图片标签了，就把它挂到 DOM 树上去，明白意思吧？这个叫代码的解析。或者叫 DOM 节点的解析，什么叫解析？我只要认出来你是个什么东西就行了，我认出来你是个 image， 你是个人，你是个大象就行了，对吧？具体的你应该长什么样子我不管，明白吧？我认出来你就把你扔到树上，认出来你就把你扔到树上，明白吧？所以说是先解析完这个 image 还是先下载完这个 image？ 一定先解析完呢，对吧？解析的过程中同时开启一个新的线程，异步的去下载这个东西，能懂是吧？异步去下载这个东西啊。那有个问题就来了哈，这块解析，然后这块有一个 spring 标签，这块 image， 我们把 spring 标签写到最下面有啥好处呢？叫这些文档刚刚解析完毕的时候，是不是 JavaScript 就能操作它们了？没必要等它们下载完吧，这是不是更快一些？而如果你写上一个 window.unload 的话，我跟你讲啊，这个 window.unload 要等待一个状态，整个文档全部解析完之后 ，render tree 构建完之后 ，DOM 的所有的文档内容、信息、文字、图片全部下载完了之后，整个页面全部就绪的时候 ，window.unload 执行 ，window 触发 load 事件，明白是吧 ？window 触发 load 事件就代表着这个页面所有自动的过程全部都完事了。等着你这用户交互体验已经到那个节点了，懂我意思吧？
就是我该加载的、该初始化页面已经全完事了，你用吧。Windows 才 load 的，你知道吧 ？Windows 这个 load 的时间才触发，所以你要写这个的话，你得等老半天才好使了，明白我意思吧？这个是不是效率是最低的，对吧？你别看它飘逸，可以放到任何一个地方，但是效率是最低的，能懂意思吧？效率最低的。之前我教一个学生特别逗哈，山西一个女同学，挺好玩的。他之前吧有过点基础，也不知道打哪块看着的哈，就一下认准这个 Windows 啊 load 了，然后前几堂课的时候一顿写这个，还自以为了不起，跟旁边同学还显着呢。有一天我看了一眼哈。然后没吱声，我说你写挺好的，继续哈，保持这个风格。讲到这堂课的时候，我就跟他讲了半个点哈，后来基本上抱头痛哭那种感觉，你知道吧？丢老人了哈，我问那人写不写了，还觉得牛逼不厉害吗？对吧？你好好听听怎么回事。所以这个东西啊，看看就得了哈。但这个 Windows Unload 你说有没有点用呢？也有用，它至少能提醒你什么时候是整个页面开始正常运行一个时刻。明白了是吧？就是整个页面都完事了，等待交互体验了 ，Windows load 的时间触发，能懂是吧 ？load 的时间触发。当然了，也有一些好处哈，比如说你要设计一个广告，你必须等到整个页面全部图片都下载完了之后才执行的时候，是不是就 load 的时候好使了？但是绝对不能把主程序放到 load 里面，那你就太 low 了哈，太 low 了，那不是 load 的事是 low， 知道吗 ？low。这是一系列事件哈。好了，然后紧接着呢，咱们讲几个作业哈。是我讲述作业，不是讲作业啊。第一个，完善轮播图，给轮播图上加上按钮，这个很简单了吧？那时候让你们留接口了吧？是不是传负值可以往倒着来，传正值可以往正着走？为啥留那个接口？就是为了方便实践的吧？你这回加俩按钮，左面点完之后调上负的那个，右面点完之后调正的那个，不完事了吧？不能正着动反着动了吧？这个回去加一加哈。然后第二个是提取啊，密码框里面的密码。就是提取哈，就是用户在这块，用户在这块按键盘的，你能监听他按键盘事件，把密码取出来，能懂意思吧？密码取出来啊，是不是能办到？输入框功能完善，这完事了，我带你写完了第三个都。菜单栏，写一个二阶菜单，听我说，先写菜单栏哈，咱今天作业是从这开始的，四五六，先写二阶菜单栏，什么意思？二阶哈，这叫一阶，知道吗？二阶是 A。又出来一个，知道吧？写二阶菜单栏，你随便写个行。我建议你写 Sublime 这个，你照 Sublime 这个写一个，这多酷啊，这个，对吧？这多酷啊！写二阶的哈，二阶，你要能写三阶更好了。其实简不简单？我就相当简单了，没有比这个更简单的一个东西了，都简单到什么程度？简单令人发指了，你知道吗？当你把鼠标放上之后，出现的对淘宝那个，多简单呢，这东西多简单啊，不是多好控制啊，这头一个大的 DIV， 大的 DIV 一开始 display none， 对，然后你把鼠标放到一个特定的上面之后，然后控制它 display block， 完事了，就这么简单，能懂意思吧？就这么简单哈，就这么简单，就是有点小的逻辑要处理，就是当你挪上去之后，原来那怎么办，有点小的逻辑，能懂意思吧？啊，有点小逻辑哈，很简单啊，这功能很简单。然后就是贪食蛇和扫雷。对于有能力同学，你可以写第三个。第三个是打方块游戏。方块游戏呢，我相信你都玩过哈，一些小的成本游戏里面都有。上面一排方块，下面是一个小的接方块那个板子。这个板子折射到 B 能折对，能折过去，能打碎那个方块哈。这个你听我说，你一定能做出来。如果说之前给二期、三期讲课的时候，可能说有一些知识点没有讲到，或者说有一些知识点还没有补充进去，他们做不来的话，情有可原。但是我跟你讲，即使那个情况下，你们二期刘飞翔师兄一个人做，刘飞翔、李彦磊、杨奇三个人分别做了仨项目，仨都写了哈。那个时候就这样了，所以你们没有任何理由写不出来，一定有能力同学你一定能写出来哈。三个作业就是两个项目，这是必须写的，你可以再拓展，能写出来点更有新意的那更好了哈。贪食蛇就每一个人都得写哈，不是分组了，就现在部分每个人都得写俩项目哈。贪食蛇呢比较简单，总的代码下来之后也就200。行以内吧就能完事了。贪食蛇主要的难点在于这个头尾的问题，比如画几个格，这个蛇呢在这个格里面动，它最难的一点不是说怎么吃蛇那个，就是怎么随机出那方块出现的 math random 呗，对吧？多简单哈，难在哪儿？难在这个蛇头一动，蛇尾怎么跟着它动？蛇尾要跟着蛇头，其实你主要操控蛇头就够了，蛇尾写一个计算方式，让蛇尾的每一节都跟随前一节动。
跟随前一节的位置就完事了，其实你控制舌头就完事了，能懂是吧？然后贪舌扫雷呢，扫雷有一个难点叫扩散算法，点击一个区域之后向旁边扩散，这个是扫雷最难的一个地方啊，剩下的没啥了。而且我给你提一个小注意点啊，我之前都没给他们提过，我之前都是扫雷贪舌回自己写的自己研究，什么都没提示，给你们提示点啊。扫雷有一个游戏的一个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容易出现闭包的问题，你一定得注意。因为你想那么多个雷盘，就是一个雷盘那么多个格子，你想给每一个格子绑定一个事件，绑定事件的时候你又要处理这个格子的一个坐标问题，因为肯定设计坐标啊，对吧？你设计坐标了，你就想用那个 I 和 J， 方形环 I J， 你用一用 I 和 J， 就你方形环里面绑定事件一用 I 和 J， 你看着吧，保证出错。所以绑定事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能懂意思吧？基本上扫雷那时候做的就是不行了，做的有个同学就什么样啊，就是跪在地下头把着墙咣咣撞墙，抱头痛哭，满地打滚，你知道吗？这种啊，到最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就脑子亮了灯泡一样，就嘣一下就明白了，你知道吗？陈哥确实是这么回事啊，真厉害啊！我说我猜都能猜到啊，但凡就调错调不来什么毛病了，怎么看怎么对的代码啊，这一运行就不好使，肯定都是闭包出错了啊，所以这块一定要注意一下。给大家提示个小点啊，可能你会用到一个东西叫二维数组，我之前讲过二维数组吗？二维数组吧，其实也没那么神秘哈，就是数组里面套数组，数组里面套数组哈。为啥管叫二维数组呢？因为它在表示上有点维度的一个概念。比如说你写啊，这样吧，幺幺二二三三，幺幺幺二二三三三，这么来写，你是不是看不出来啥？换一种格式啊，对对，换一种格式啊。你看的像啥？是不是有点像咱们那个？有点像咱们那个矩阵吧？啊，即使没学过矩阵没关系哈。你看这个东西是不是感觉有点规律？是不是这块就横有行有列了？我要想表示中间那个二二，你告诉我咋表示？是 A R R 幺幺，这个幺和幺是不是可以作为它的一个坐标点存在？是不是这么来表示，它就可以把它好似当成一个坐标点？包括这个三三三什么，是不是就是二二？这是不是就是二维数组？好表示坐标点吧。而且坐标点，比如说这个一和这个幺幺和这个幺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你能看到它俩坐标之间有什么关系？一个是第一行的第一列，一个是一个是第二行的第一列，一个是第一行的第一列，对吧？你从下面这个导到上面那个，是不是只需要减一个行就行了？行减一是不是上去了？是不是如果一个扫雷的话，中间这个雷是一个格子的话，你能不能找到附近那八个格子？是不是通过坐标就能找到？对吧？你把所有的雷都放到这个二维数组里面，是不是通过坐标更好找它？你想这个问题是不是？要不然你倒木元素倒木元素之间你没啥联系啊，你怎么来找啊？咱今天就到这吧，行吧？到这吧，回去好好写这个东西啊。明天晚上还是。